今天我挑战听声音数钱。听音？就是我通过听两个人的声音，同时点钞，然后我判断钞票的张数。我宣布挑战开始。哇！他这一次挑战是凭听觉，左耳右耳不同的声音，所以这个挑战非常困难。因为两个数的是不一样的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。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验证环节，首先有请挑战者为我们报出您听到的单指单张数额是。单指单张所点的张数是99，99。孙杨评委给出的单指单张的数额是99，正确。哇！用点钞机来检验一遍钞票数额，点钞机给出的数字是99。祝贺我们的挑战者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挑战者给出的四指四张的钞票数额。88张。88张，您确定吗？确定。必须两个数字全对，您才能够挑战成功，而且您只有这一次机会啊！正确答案是88张。啊！有请我们的挑战助理，把最强点钞员的这一摞钞票拿到点钞机上，最后验证一次。88，我宣布王东云挑战成功。